今天我们原产地的海蜇丝大丰收了，一桶也是批发价。我身后啊，刚刚到的都是新货啊。我们的海蜇丝啊，都是坚持给大家现捕的，现加工的。海蜇丝就是在大海里面自然的水母，你看，给它发货的都是这种晶剔透的大长条，没有那种细沙，也没有那种断末，吃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，嘎嘣脆，嘎嘣脆。放点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酱油和香醋，在那一拌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的。在我们原产地啊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老少皆宜哦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抓紧来一份尝尝。